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协商。我们从台湾金控控股公司这个第十二条之一这个开始哈。大家手上都有资料吧哈？那修正条文，台湾金控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请吕董还是？好，请好好好。各位报告，因为这一个本来这个条文我们是说那有一个落日的味道在那个地方，根据上次的讨论那牵涉到预算编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四项的头这个地方，也刚才洽了法务部的意见，文字意见自中华民国107年2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后一个逗点。然后就后面就接着一个，接着原来的第四项然后逗点，然后政府依第一项规定，以国有不动产抵充增资本公司股款者，逗点不受预算法25条顿号26条顺号第86条第一项及国有财产法第7条顿号第66条规定之限制据点，然后后面那些全部都拿掉。好，意思就是给他增资了然后4年的时间为限了，这样是。了。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黄委员，黄委员呐、啊，你有意见无啦？对。反正是针对个案的立法，对真了，的很糟糕。因为这个很特殊了，真的很特殊了。但是我就跟你讲，在法律条文里面，针对个案的立法就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本质了。这我同意了。我先具体问一下目前财政部的整理会该当这一条条文的适用，是不是只剩下台湾银行？是。其他全部都没有，100%都没有。不是啊，你这句话把它写下来以后，针对个案立法的色彩就更浓了。就是对啊，所以我才在想这一件事情我了解台银的困难那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化解说这个条文是针对个案立法这件事情，真的要仔细想一下这个，鲍伟。这个第十二条之一是105年第一项是105年初公布施行的所以第四项其实是延续那个第一项的精神来的啦，只是说当时第一项他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修正，是把让他第一项能够执行啊。所以这一次其实只不过是在补第一项的一个问题当时105年修正公布的时候，如果有把这个问题考虑到的时候，我们今天大概也不需要再来处理这个问题。黄伟啊，他们实际的困境是这个国有不动产如果没有进来做增资那对，他他立们实即际的困境这我个你了都知解道嘛，对对。吧？那基本上因为这一块土地原本在资产上是属于台湾银行所有，只是为了这个整个国家的需要做这样的配合。那现在因为有资本市足率的需要，再把它回归到台湾银行里面来。那以台湾银行而言，这个不会再有其他的，就是这个法律事实上就是解决这个困境。不，我先讲结论就是说，帮台湾银行解决这一个问题跟困难，结论上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之所以对这个法律我一直犹豫这么久，说到底要怎么构成比较好就是说，你为了要处理特定状态的措施性法律，可以被正当化。但是如果你变成是为了特定对象，只有它会适用的话，那个就会有很高的违宪风险。法务部的人有来吗？你听得懂我在讲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法务部要不要先背书一下，说这个是属于不违宪的措施性法律，啊，我们就尊重法务部的法律见解这样。鲍委员，这一件哦，这个案子现在是这个是经过行政院审查送来大院的，那法务部是行政院团队的一份子，我们不好对行政院送出来的案子再有其他的看法。哦，支持，好，那就支持。对啊，对啊。哎，江委员，哎，超姐，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我提出的。虽然说我们定法令的时候不要针对个案，嗯，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请问这个条文是什么？这就是《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啊。这个条例针对谁？不是普遍一般的银行。对。这个条例本身就是针对你们这个个案，你们就是台湾金控。那在台湾金控的条例当中，去针对台湾金控去做过去他们，好，是持有的，然后赠与给国库，国库现在在回赠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排除其他的规定，应该比较不会像是一般的法律去对个案的这个去条文去做，做处理，应该是不一样的情况。我个人是这样想啊。哦，因为当初那个没有，江委员哦，讲的非常有道理，我支持嘿。感谢。好，下一案，那请台湾金控相关人员可以离座，谢谢。哎，我知道，他们的修改的文字他们都知道哈。好，那我们干嘛？现在针对证券投顾金管会的代表过来一下。是啊，我们现在是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部分调整修正草案哈。那个黄国昌委员啊，这个105条之一就是上次你保留的嘛。那个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就是有关那个没收的部分啦。这个请那个法务是吗？现在是哪一个？哦，对啊，这105条不是吗？对啊。犯罪所得啦啊！我们先请金管会说明了，好不好？哎，那个后面的请肃静啊！台湾银行不要高兴到都在讲话。这一条是上次黄委员有指教的，就是说要不要有1亿元加重其刑啊？那我们现在的政策上是说都不再就1亿元以上，新的立法不再就1亿元以上来加重。那这个在上一次的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还有那个，还有就电子支付机，就还有一个电子票证嘛，是不是？电子票证跟电子支付机构，就是新的立法例来讲，就没有再增加1亿元以上要加重了。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跟法务部都采同样的立法政策了。那已经存在的那个部分，为了避免影响那个个案的这个还在进行中的，所以就没有去动它了，大概是这样。黄委员，没收是另外，对，那个没收是另外，对了，哎。
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讨论的标的是哪一个法律？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或者我刚就是有我们讨论的是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105条，修了好有好几条，对，那其中这个105条之一是新增的一个特别背信罪，那上次黄委有指教，就是说其他的类似的特别背信罪有就1亿元以上有一个加重其刑的规定，那现在要新增的这一个105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的105条之一，没有比照其他像证交法、银行法等等有这样类似的规定，那原因是为什么？那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现在的我们倾向的一个立法的政策是不再以犯罪所得的多少作为加重其刑的一个立法规定，这样作为一个立法的构成要件。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上一次在审银行法，你们也有修相关的条文，然后还特别去讲说因犯罪获取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达1亿以上啊。对，我知道啊。那我的意思是，你如果真的立法政策是这样，你那个时候现在在修银行法的时候，你是要去标定让它计算的标准能够明确啊，你还是有在一定的金额以上处比较重的刑啊。那你同一现在我们同时在讨论这好几部的法律嘛？不是啊，我的意思是那黄章委员，我们上次不是还有在审那个没收八法，那是有关没收。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能这样讲。你上次在处理银行法的时候，是不是有处理125条？125条有修嘛？好，那你在修125条的时候，你有把那个1亿拿掉吗？没有，还有。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应该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在修相关的这些涉及到银行法的应该是125是吧？那个部分是为了没收新制的实施去修，那但是通盘来讲，就已经既有存在的这几个法律有1亿元以上加重其刑的这样的规定，要不要把它，要不要来动？这个可能是另外再来研议后再来提案。也就是说，因为那一个只是在处理没收的问题，就没有去动它。因为如果一动它，当然会就既有的个案，现在在判决进行中的个案都会影响到。那现在这个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是新增的，有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的立法，这个是新增的，这没有现行没有，所以新增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加了。那新增的部分不加，也不是这一个不加，就是刚提到的电子支付机构的那个管理条例也是这样子，还有电子票证的那个管理条例也是这样子啦，所以既有的要不要去动它这件事情，黄委员指教的是对了，就是说也要进行检讨，但这一次还没有在我们这一个检讨的已经定成型的范围内了，因为怕影响到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的这些个案呢。黄委员是希望一体适用了，那法务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补充说明？但黄委员讲的就是按照法律 的正常程序应该都一样，是这样。但是现在就是说，你旧法已经有一些案子在审理中，而且很多都是敏感性案件。我只是不好针对个人讲提出来，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那你现在贸然的把它修了，好像人家会质疑说，是不是针对某个案来修？哦，那这里面很多有名的人，那甚至有某金控的实际负责人，他那个犯罪所得，因为你一亿不容易认定，然后就是说法院有很多不一样的见解，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这种案子还是一直让他这种立法力持续存在，结果会变成将来案件缠讼的超过8年的话，还可以用刑事诉审法，还可以减轻一半。那最后的结果是被告获利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立法力，我们就是在新定的法，我们就不再采用了，不再采用。那
那旧的法院，因为你怕影响那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件，以为我们为谁而量身定做去修改，所以那部分就原则上是不会再没有马上修。不，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修了之后哈，那未来针对新的坏人呐、啊，那事实上也处罚会比较轻嘛，是吧？一修了既有既存中的个案都可以适用。不，我知道，这我知道。我是说，你修了之后，是不是对未来的坏人？如果我们持续，我们一直会判的比较轻、啊。就是这种立法力，它是立法力的选择。如果我们采用一亿元犯罪所得一亿就要加重的话，对，因为它的不容易认定，所以最后在法院就是哦，就会因为那个数字在那边纠缠呐、啊。对对对对，然后最后都出来了，对对，然后最后就是传送了八年，还可以用刑事诉讼法给他减轻，我知道，我知道，减一半，那这样反而是被告、啊、很多人就纠缠那个数字的计算方式，就一直拖着这样了。有些案子就很明显涉及到数人犯罪，要共同计算，还是说分开计算，然后共同计算要怎么计算？光这样子就每个案子都在那边缠。黄委员这样说明，你可以接受吗？这是一个特殊状况了，不是啊，我老实讲，中的案件，我其实并不赞成去动银行法现在的条文。刚刚法务部的那个代表所讲的，我基本上都赞成，我不赞成去动现在银行法寄存的条文，因为会对系属中的个案产生影响。对，那同时在我国目前整个目前金融秩序如此败坏的情况之下。嗯嗯，那些人抓去关久一点、啊、我是举双手赞成、嗯、我还嫌法院判刑判得太轻了、哦、那当我自己的价值判断跟法意识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回来看这个新的条文，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自己、嗯、说在这个地方上面针对一定犯罪所得以上的不需要给他特别重的刑期、嗯、对，那所以银行法这边有关于没收上是不是他们做的那个调整的条文，我可以同意，但是就这个新法的部分，你说要去除掉那个金额上面的限制，一律都是那样子的刑度，是不是容我保留啊？反正院会的时候你们表决，你也知道嘛。其实汪委员的意思跟我一样啦，就说银行法那个好像刑度会比较高嘛，那你这样修是不是会导致未来的判决有关投信投顾的部分判刑度就会降低啊？会不会这样？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嘛，啊。这样就是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力，其实他处罚的也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了，加重的部分是七年以上，那所以他这个法院还是有审酌的空间，在审酌在三年到十年的中间呢、啊。这个会比较容易做出判决，是不是？您以律师的角度，应该是这样嘛？当然，整个罪责的一个相当性比较容易认定，就是说轻重这个可能。还要比较其他的财产性犯罪。欸，我们现在有期徒刑最高是可以判到二十，是不是？是不是二十？刑法修正以后吗？可以到二十吗？对吗？那还是在这边把上限拿了掉。不是，那这样子没有关系啊。那这样我看还是那你就保留到院会了，好不好？好好 ，OK。好，那这个案子就保留到院会啊。不啦，那个不要紧啦，就到院会嘛。反正因为时代力量有他的立场嘛，哎，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那个没收八法嘛，是不是？好 ，OK， 好。没收八法从哪里开始啊？这个没收八法，黄委员你没有特别意见嘛？是不是？没有，他们现在用那个什么136(1)嘛。对吧？你们用136(1)处理掉我们上次所担心被害人求偿的问题吗？这样子可以啊。嘿，好，那这本呢？哦，第七页，好，好，那这个就。就我说明一下好了，就是说第一个那一天有提到那个第三人，然后136(1)嘛，对对对，136(1)。我顾诸位你就不用讲了啦，因为他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了，安尼较紧啦，安尼较紧啦，啊，拍谁啦啊？那接下来就是金控法的部分哈，请大家翻到
第六页你们没有修正啊？对，第六页67(1)(1)《金控法》的第六页，67(1)啊，那都一样的啦。好，那没有意见了，也照修正通过了啊，也照建议通过。然后接下来是性合社修正条文哈，也是第六页48(1)，也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也照案通过。信托业。信托业是第七页的第58(1)，也是一样，那我们也照案通过。接下来是票券金融管理法，在第六页的71(1)，也一样，我们照案通过。接下来是证交法第一页哈，这个比较不一样，171条，这个可不可以请金管会说明一下？就是跟前面的修正是一样的意思，应该是在第几项啊？就是很下面了，第七项，在第三页。对，一样，就是那一天已经修改了，只是那个第三人啊，就是改成。犯罪行为人及其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会法人，其实跟前面一样，就是跟前面的那个银行法等的用语是一样。那我们是用刑法的文字把第三人再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写法，那个写法的文字是跟刑法的文字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这可以吧？好，那我们也照建议通过。好，接下来。刚刚这个证交法是，证交法那个六要改成七了哈 ，OK， 好，最后一项六要改成七 ，OK， 好，六要改成第七项。好，接下来是证券投资信托跟顾问法哈，这个你们没有修吧？有吗？没有嘛？你们没有修嘛？啊，好，最后一个保险法。保险法第168(4)，跟前面一样，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也照案通过。你要叫我念。哦。对了，好，那我先宣读一下协商结论了哈。那个，这是保险法哎。那个台湾金融控股的条例第12条(1)啊，那我们协商修正第四项为，自中华民国107年2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政府依第一项规定以，怎样？那个在证交法的那个修正文字有没有？如果你看这个证交法修正的第四页那里。他后面是说，除应发还被害人、第三人或应受损害赔偿责任者，但是如果你读其他金管会的建议修正的条文，其他的法律了哈，他后面是写，除应发还被害人或得请求损害赔偿之人，两边的字用的不一样，这有差别吗？一个是应，一个是得，要不要注意一下？我想我们都改成获得请求损害赔偿，获得请求损害赔偿之人外，这样子好了，好不好？除应发还被害人第三人获得请求损害赔偿之人外，这样可以吗？法务部有没有意见？应该可以，没有意见了。什么？171条，你们刚刚有听到吗？
好了，贵民你要讲一个啦，贵民啊，好了，我们协商，那不不用念了啦，就是那个台湾金控哈、哦，还有没收八法的部分，就按审查会修正通过嘛，哦，刚修正对吧？按审查会嘛，就是朝野协商，按照，对啊，现在协商。对了，好了，没有协商的就按照审查会通过了，那有协商的就按照刚刚协商的通过，那就是那个投信投顾那个法时代力量保留嘛哈，然后那个相关的立法说明我们也跟着修正哈，那哦大概是这样。谢谢大家。我跟你说，